最喜欢你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老铁们，今天咱把牛舌吃了，烤牛舌吃，期待吧。我现在已经很期待了。咱们现在把牛舌啊，表面这层膜也不算膜，表面给它去了皮，取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给它改下刀，切成薄薄的厚片。五花肉切成也是薄薄的厚片，啊，不是，你看那大伙大。洗净的香菇，打上花刀，这样更美观一点。熬一个酱汁，我这俩人，人家扒蒜在这蹲着，你蹲着干啥？你人陪着我呢，你这辣椒粉，番茄酱，烧开以后淋入水淀粉，这是酱汁好看，辣椒真红。烧开以后关火出锅，加入辣椒、蒜米、孜然粉、芝麻，淋上热油，搅拌均匀。不用说了，盯的时间短了。
你可以稍微有点怪一点，你比如说之前，你这之前喝240是吧？哇，还Thank you.